不是，我不是变态，是你们台湾人害我的。你们跟我一个道歉啊，你不要跟台湾人为敌，好不好？看到日本人就说啊，你日本人一定变态啊，丰田也是变态啊，变态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也是已经录节目的情况下，我也只能配合啊。你真的确定你是演出来的？可是你跟我讲说有生理需求要找你的时候。你不是在节目上啊，你是私下哎、欸？什么？私下跟你说的？对啊，他有一天很认真的讲说，说婉婷姐，如果你有生理需求的时候，可以找我帮忙。变态！哎，他丢人嘞！对啊，丢人！效果没有，你没有变态，没有生理需求，什么果啊？还有，那婉婷姐，你怎么回应？很骚扰哎，骚扰哎。接啊！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又不是录影的当下，怎么跟我讲的是怎样的状态下，大家都在休息，对，大家在休息，对啊，拍录前大家在变态哎！哇，那你刚都不跟我聊这个哎？对，哇，你真的还挑人哦！婉婷姐是你的菜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漂亮啊！我们一起吃过饭啊！私底下，私底下哦，你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啊！但是是因为有别的朋友，对对对，他邀请。好啦，下一位了啦。好啦，啊，你有没有还要？没有。我觉得他想要平反变态这件事情，那我们就让他做一些举动，就是比如说拍一个很清新形象的广告，哎，哇，扭转一下他的形象。因为这个形象，我真的接不了任何代言。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害到你了。你好好的演一下，来，我们帮你塞好场景。哎，好啊，你要好好认真的演哦。认真的演，没有可以坐着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哎，你要阳光，你现在就把它当作是你拍广告的片场，饮料的，你要阳光一点哦。阳光一点，看他的表情，感觉会很猥琐。你要丧一点哦，很清爽的感觉，很清爽啊，很清爽。你来，好来 ，Action！ 要挑眉好不好？好舒服啊！我觉得那标签有点拿不掉。广告导演给过吗？各位导演，谢谢你指导一下。我觉得他一直挑眉很恶心。对啊，你这还是这饮料的关系，你是不是拿了饮料就会受限？要不然我们换你做按摩椅好了。按摩椅，对，做按摩椅，按摩椅，把这个当按摩椅。哪里有？把这个沙发当按摩椅。然后对对，按摩椅有很多广告。很舒服。对，很轻松，很有质感，董事长那种。对。来，好，来，哇，这个按摩椅好舒服啊，很舒服的按摩，阿斯乖都卖回家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我很单纯。